为主题，在派对举行的地点巴黎一个火车站，工作人员在这里为派对布置舞池。这一晚的派对和一般的不同，每个参加者都会有这个特制的耳机。派对现场的视觉效果丰富，五光十色，不过听一听。现场没有强劲的节拍，音乐来自每个人的耳机，耳机提供三条音乐频道，参加者按自己的喜好从中选择由驻场的十二位唱片骑师即兴创作的跳舞歌曲，投入自己的音乐世界狂欢。